嚟啊嘛！依家咧拍住张蓝变成咧就系混双嘅一号种子啦。系咁啊！呢场波咧就即系一个咧就系即系近呢一两年咧就系冒起嘅即系混双即系新进嘅组合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啱啱先至即系无意中即系被逼都系要夹嘅呢个。即係新，又同樣更新嘅組合就係馬俊同埋徐晨。咁但係呢對波咧就近期嗰個演出咧就越嚟越好啊，而且咧就即係都幾穩定。咁啊，即係但係都有啲尷尬啊，因為徐晨同埋張楠咧就佢哋平時咧就即係比賽嘅時候咧都會一齊夾雙打嘅。咁啊變咗咧就而家兩兄弟咧就係即係。互相厮殺咁啊，即係當然就去到戰場上咧，就係即係冇父子啊，咁啊兄弟都係咁話啦，咁啊大家都喺即係有個良性嘅競爭。好啦，依一邊咧教練團亦都喺旁邊啊睇睇啦，咁啊亦都係當然為今年啊開始咧就係依個奧運啦積分選。呢、这個賽事方面啊，一系列嘅賽事啊做好準備啊，咁啊當然亦都要了解一下球員佢哋嘅狀態表現啦。係咁啊，即係確實喺運傷方面咧，我諗到目前嚟講咧，就即係國家隊嘅教練應該都仲未揾到一個佢哋心目中最理想嘅即係組合。係。咁啊，呢場嘅即係混雙嘅決賽咧，就即係將會好似好剛才即係女單咁樣咧咁接近啦。嗯。咁啊，即係如果你問我究竟邊隊會好啲咧，咁樣咁，我覺得就呢隊波係真呢場波就真係一個五波嚟嘅。係。咁啊，真係要睇臨場嘅發揮。咁啊，兩位。女將咧，咁啊當然啊都係策動能力啊嘛，同埋搶網嘅節奏相當之快嘅選手啊，馬俊啊，咁啊出名就係摩打腳啊，咁啊趙雲麗經驗都相當之好噶啦，比賽開始。開始。Semi forward。好啦，依一邊咧就係順風嘅趙雲麗，啱啱呢一球波咧抽咗出界啊。即係喺心理上咧，就即係當然就白衫呢邊就會有利啲啊，因為佢哋而家係衝緊上嚟。係。其實睇馬俊打波幾熟，真係依個積極性好強嘅一位選手。係咁，但係其實佢嘅心理咧，其實都即係波幅都幾大啊。即係真係有時都要睇睇佢係夾邊一個啊。嗯。有時即係有時夾到一個。即係佢唔係話咁順嘅呢個即係拍檔啦，有時佢同樣都會有啲混亂嘅，都唔知道走去邊。即係曾經有一段時間夾呢個何漢斌啊，或者夾其他啲，即係見到佢嘅即係位置咧，就即係冇佢出道嗰陣時候，佢係夾嗰、那個。另外一個即係湖南嘅球員咧，就鄭波啊，即係嗰陣時就係最順利啦。咁但係有一段時間就即係低沉咗，但係而家咧就揾到一個新嘅拍檔，由徐晨就似乎咧就啱曬佢嘅節奏啊，所以即係佢嘅優點咧，亦都係呢幾次比賽咧就亦都睇到咧，就慢慢真係好咗啊。嗯。好啦，咁头先徐晨啊出咗一板嘅高波俾赵云雷喺网前有个机会啊。好啦，分数系追紧上嚟啊，赵云雷同埋张楠二比四。冷网过啊，马俊。咁啊，見到啊馬俊咧，就除咗係夾正波之外咧，佢夾親任何一個男子球手咧，佢都係屬於嗰種主導嗰、那個喎。好多時即係俾出指示嗰個係即係馬俊喎。咁啊，呢邊黃衫嘅組合咧，就即係都互有即係溝通方面咧，就係非常之好啊。係，即係趙雲麗同埋張楠。哇，好硬正啊！咪見到馬俊開局，佢哋又開得非常之好啦。馬俊同埋徐晨，咁啊，依一板波俾馬俊咧封死咗，六比三。Let
嗯，那后面呢好似是有少少影响到张楠啊。开过腰啊呢球波。咁啊，手势都做埋俾你睇，即系不但止做出呢、這个即系、就是、过腰嘅手势，仲要即系话俾你听，你系抬起个手。做得非常之出色啊！咁啊，首先咧就白衫嘅先组织进攻，连攻咗四五板都攻唔死，跟住落嚟咧就黄衫呢边咧亦都攻咗成四五板，最终都系靠呢个张楠咧就攻落去，即系马俊嗰度咧就系令到马俊就打咗出界啊！哇！咪即系始终啊，同寻日嗰队咧，马宏伟同埋马元音，佢哋系今系争好远啊！系。球波就救得好靓啊！徐晨，其实张楠呢球波都已经系即系搏一搏噶啦，以为咧就系马俊喺直线就梗系攻马俊啦，点知打一个大对角，咁啊俾阿徐晨咧就趴低咧就救到啊！真系犀利啊！呢位球员嘅能力亦都系好强啊！即系如果讲技术咧，就张楠同埋徐晨嘅比较咧，就当然系张楠会系好过徐晨。系，但系徐晨咧就胜在咧就嗰个能力系好强啊。咁啊，另外佢亦都即系半中长波嘅技术咧，亦都近期咧亦都有一个即系进步。咁变咗呢场即系云将都有得打嘅。咁啊，至于系马俊同埋赵云雷咧，即系讲啊呢、這个硬净度。梗係趙雲麗好啲，咁但係講嗰個進位個速度咧，就即係可能馬俊咧就會又會好啲，咁、但係咧喺防守能力方面咧，就明顯趙雲麗咧就好過啊呢個馬俊，所以呢個咧就係即係黃衫呢邊咧就比較即係佔優嘅地方，喺防守能力方面咧就明顯係比較平均啲嘅。嗯，入位真係好積極啊，馬俊。好啦，張楠一個挑波失誤，不過分數啊，見到都係咬得好緊嘅，依家只係一分嘅差距啊，8-7。馬俊嘅發球。又入位啊！真系好快啊！我咪见到真系马俊对脚咧，一路都系保持跳动啊，喐动相当之灵活啊！9-7。靓波嗱，呢、這个开波真系开得好靓啊！即系见到阿赵云嚟都系中咗招啊，就估唔到马俊突然间就开个边线，真系开得好靓啊！嗱，其实今日双方球员嘅开波都过到关啊，四位都开得好靓啊，又开得靓，攞到进攻机会啦！嗱，所以有阵时开波咧，就当你开得靓嘅时候咧，真系好着数啊！系为自己同伴创造好好嘅进攻机会啦。咁啊，除咗系接第三板开始咧，就可以攞到嗰、那个啊，即系控球权之外咧，咁同时咧，亦都好容易令到对方咧就系失去咗个感觉啊！系，因为有阵时发接法咧，可以直接令到自己个心态出现一啲变化，有阵时咧就会突然间咧就系有信心，有时亦都会突然间咧就乱咗啊！咁啊，连攞几分啊，都系马俊嘅开波。嗱，一路都系口啱啱都系佢讲嘢啊。咁
啊，咁樣真係都唔錯啊！即係所謂一個組合啊，磨合啊，即係一個要出聲，一個冇乜聲。確實係一定係要有一個係主，一個係副啊。咁如果兩個都係有一個想法嘅話咧，就一旦即係嗰個方向唔一致嘅話咧，就會出問題噶啦。係。即係當然呢個就即係無論男又好女又好，其實都冇乜所謂嘅，即係大家都即係希望嗰個自己成績好啊。係。11-7。哇！依個連續攞分啊！網前真係馬俊立曬啊！12-7。相信佢亦都知道咧，佢防守方面咧就唔及得上對手啊。係。咁所以咧，佢就一路都係死搶網噶啦。係。所以喺防守方面咧，佢好多時都係採取呢、這個。挡榜，跟住咧就冲上去。但系赵云蕾好多时就靠反抽啊。系，就算佢挑波，亦都有咁嘅能力。嗱，打打下又上嚟啦。系，哎呀，可惜啊，徐晨过到网呢一板波咁样晾咗落网。不过呢球波咧就徐晨有少少失策，挂住后退啊。嗯。就咁残啊，见到。不過佢都係即係國內即係其中一個即係重要嘅人物啊。嗯。其實真係好多退役運動員，佢哋作好多方面嘅發展啊。係咁啊，即係當然就啊，如果係可以將自己嘅以往嘅經歷咧，可以繼續可以延續落去，即係貢獻呢、這個即係羽毛球，當然係最好啦。因為呢個係佢哋最有把握，同時咧就即係能夠係發揮到最大嘅，即係喺社會發揮到最大功效，嗰個就係羽毛球啦。係，冇錯。好啦，依家度咧做一啲嘅檢討啊嘛，雖然有輸有贏，不過咧，兩個嘅一齊都要檢討啦。哇！那個能力真係冇得講啦，前前後後所有三個位咧都係隨陣打曬啊！嗱，連續兩球喺左場區網前撲咗落去。跟住咧就一个转身就起跳喺右长区嘅底线咧就嚟一个杀波，真系好强，有少少好似黄义涵呢啲咁嘅味道啊！身形相当高大咁啊，但系非常之灵活啊，徐晨。抽波就唔系马俊嘅强项啊。咁但係呢球波呢就徐晨唔知点解呢就会係挑落去对角啦，因为徐晨其实应该要打直线呢保、啊、就保护返马俊啦、10-13。马俊在后面就基本上就没什么威胁啊，咁啊同赵云蕾在后面咧就即系完全不同讲法啦，因为赵云蕾嗰个杀板咧系重好多嘅。好啦，下次呢度分数啊逐渐咁追翻上嚟啊，11-13。刚才他哋连攞几分咧，都是嚟自马俊的开波同埋前半场啊。但系呢段时间咧，就黄衫嘅组合咧，就察觉到呢样嘢咧，就即系啲波开咗好多啊。又逼到呢个马俊喺底线，但系可惜咧就出咗界。14-11。比较多汗水啊，因为徐晨啊真系满场飞啊，佢都几大汗嘅。系14-11。哇！呢、這个杀波真系好劲啊，而且个落点真系令到赵云蕾都几尴尬，绝对唔怜香惜玉啊！佢想用反手咧，就好似又唔系好啱位；想用正手转身又转唔切。嗱、那个落点，嗱呢啲位置就真系好。